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石姐。有个鸡跑出来了，昨天也有一个鸡跑出来了。现在拿着这个碗去把它拉高一点，然后顺便喂鸡。野猫，你怎么来了？我不是看鸡飞出来了吗？我拿着这个网，把它拉高一点呢，围高一点。网不网得住？那里面谁在那里面去啊？在扒竹子。他是从哪里进去的？他是从树上爬进来的呀。会不会偷鸡呀？不会偷鸡吧？现在还有人偷东西啊？小姐说，她说鸡少了，是不是有人跑进去捉鸡呀？从哪里进去的？晚上来守嘛，晚上我来守着就行了，我住在这里。去问一下他从哪里进去。来，我问了，他说从树上跑进来。开个锁都不会开。哎呦，如果我会开就好了，我会开就变成小偷了。你这给我偷，我就进不来、啊，是不是？哎呀，走。怎么的？走！饿了，还有没有？还是很爱吃的这个青草啊。这个青草吃的是特别好吃。那个人从哪里爬进来的？他说从树上。哪里有棵树可以爬进来的？可以啊。等一下鸡不见了就去找他。现在应该不会偷鸡了吧？现在有饭吃了，谁要去偷啊？不会偷不划算。刚刚来喂鸡的时候，看见有个人在把那个竹笋。这是从哪里进来的？去看一下。等一下鸡少了就去找他麻烦。这树都在里面，怎么从树上跑进来？去看一下从哪里爬上来的，看见我们来了他就跑了，从哪里钻进来的，哪棵树可以钻爬上来的，这树都在里面的呀，都围好的呀，昨天我还从那边也转了一圈都爬不进来了。
到底是从哪里爬上来？哎呀，这树都在里面了呀！不会是从这里爬进来的吧？这里有一棵树，会不会是从这里爬进来的？都围得好好的呀，看一下下面。这树全部都在绑在里面的，应该没道理呀。下面那里昨天我才围好的，也进不来呀。刚才我去转了一圈，好像那个树都在里面呢，它从哪里进来的？现在先不管它了，先去把那个前面那里再围一下，去砍几根竹子下。这鸡都没有到这边来。好多人都喜欢吃那个竹笋，看见有就爬进来做，爬进来拔那个小笋。刚刚去那边砍了一点这个竹子，等一下把那个网围起来。拉高一点，围高一点，不飞出去了。嗯，从一个绑过去嘛，那这里又漏个洞。